公园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垃圾，大家合力捡，救地球也带动环保。大收获！我们是第一名啊！哎，扫地扫地扫新地哦！請到一班嘅志工同埋好多其他嘅學生啊、其他家庭啊，佢都一齊咧喺第三區出嚟咧幫列治文山喺我哋附近咧係做呢一個即係執垃圾運動。慈濟志工配合市政府，用三天時間到五個社區公園清掃，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每一個彎腰夾垃圾的動作，大約兩個小時的運動，如同修行一般，而且守護環境從小做起。嗯，我们住在这个社区里面，就是要帮忙大家，然后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出来，天气又很好，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活动，也顺便就教教孩子。我觉得呢，我住在这个社区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它保持干净。It helps preserve the environmen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既可以健身，也可以美化我们的社区。天空下着小雨，每个人的脚步依然快速，为市容整洁，也为减缓地球暖化的危机尽一份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加拿大报道。